为了祈求花莲和境平安，中华逢来先祷道教会则是举办六六玉帝祠幸运化基值福化灾厄祈安盛会，从7月8号到7月14号，1连7天在寿丰乡的东方木工道场扩大办理，在各界法师的祈福之下，为信界四福祈求花莲和境平安。中华逢来先祷道教会奉东方木工大厅尊御事举办六六玉帝祠运运花期祈福化灾厄祈安盛会，从7月8号到7月14号，共计7天，在花莲县寿丰乡丰平路3段6巷3号扩大办理，并且与龙雀渠道三一行、凤阁祥云及仙会连坐上香慈心路、文子至心愿接地、盘命三果真成聚、实在大道天恩会、两仪阴阳及至四象、12地支5行顿常、博爱三妥八方心力年度节日逢天柱、蒙受天恩惠赐四民双龙护持运大道、珍珠圆光临圣常、福禄寿星瑞气势、运动能量八福祥、逢来先导台湾行。中华逢来先祷道教会理事长张天宝、秘书长尤静煌和委员们感谢来自北中南东神的代言人的协助，让法会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本来这次举办就祈安盛会，来非常感谢咱的理事、干事以及会员工代表，来这甲咱斗三工，让咱这次的盛会会当成功圆满，也希望因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三元三品三官大平，开天门，公天降下凡间，行使凡间疾苦，能力所有移民弟子，能力四苦永代天尊。中华逢老县导道教会理事长张天表示，福安道历4721年，天运岁是甲辰岁，国历7月8号到7月14号，也就是农历6月3号到6月9号，共计7天举办的六六玉帝祠运运花期福祉化灾厄祈安盛会。东方木工也引经经典来说明这次法会的活动：六开天门天柱节，六天圣真祈下会，玉皇五祖威灵巡，地中光天降下临，慈光普照大地，庆庆福气赐万灵，运势福祉盘盘利，化解灾厄添福财，即使沉睡好佳期。同时也为信众们补运赐福，也祈求花莲和境平安。记得九龙一首文章报道。